许还有不少人不相信蔡赖佩已经成局，甚至压根不希望蔡赖佩是真的。当国政配成局，蔡赖佩更不会有变局。有资深媒体人问阿扁，9月24日蔡英文有当面说出为他要赖清德当副手吗？还是只是陈菊说，蔡沉默，赖没回应。又不是牧师主持婚礼，要公开讯问新人是否愿意娶嫁对方。阿扁了解的是9月24日在高雄，双方当事人已经达成蔡赖配的共识结论。在那之前，双方的共同朋友都在做撮合的最大努力，也有很好的进展，最后才是男女双方主角的见面。阿扁不晓得是否一定要履行媒体朋友提问的程序，蔡英文当面说出口，他要赖清德当副手才算数。如果只是陈菊说，蔡沉默，赖没回应，这样是不算的。政治不是数学，政治是化学，没有绝对的 stop。 总统做的决定，秘书长不一定会全部知道。遑论副秘书长或总统办公室的幕僚同仁，甚或党政高层，蔡赖佩的成局，非相关当事人不可能知道整个过程，甚至知其一，未知其二。总统很多决定不一定要亲口说出，有时候一个眼神、脸色、一个肢体动作，或搂腰、或拍肩，都是政治语言。当然也会发生，纵使总统说了，最后跳票申辩，再跟当事人赔不是，或者连个说明也没有。如2016年大选前或组阁前，一个内政部长先答应苏焕智，再邀请吴泽成，最后变成叶俊龙。1990年2月1日，阿扁成为立法院的新生委员，民进党团三长改选，长扁都是新国会党团干事长热门人选。最资深的张俊雄委员出面协调不成，做签给长扁来抽，长乃先抽没抽到，阿扁成为第一个会期的干事长，长乃是第二会期，吴乃则是第三会期，一次选出三个会期的干事长。但长乃要求出去要说是他让给阿扁的，阿扁也觉得自己得到礼遇，给长乃满意的面子，长扁合作共创双赢，对外来个善意的谎言又何妨。为了政治的圆满解决，真真假假未必都会写在原先的脚本上，意外修改剧本是常有的事。国民党2020正副总统搭档，据悉将是国政配，韩国瑜搭配张善政前阁魁，这对韩国瑜绝对是可以背书跟加分的好牌。蔡英文除了蔡赖佩都是院长级的副手，应该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咱大家看媒体的新闻技术，即将知影伫9月24日伫高雄，蔡赖佩、蔡英文要来搭档赖清德，代表民主进步党来参选2020年的总统加副总统的大选，但是。啊，阁有真济人无多人相信，伊嘛有可能猜出唔愿相信。蔡赖佩已经成局，甚至无希望蔡赖佩来成做事实，因为大家对着蔡总统淡薄啊。有无同款的意见，所以对着赖清德，即届3月18日来领表，定期要来挑战现任的蔡总统，大家抱着真大的
期待加毋忘，甚至伫初选结束了后，咱赖清德院长也已经宣布败选，伊嘛宣示绝对的全力要来支持蔡英文总统来竞选连任成功。马哥有真侪人未死心，一直要来敦促咱赖清德前院长会当来独立参选，来寻求这个连署，来争做总统的候选人。啊，和你讲，有人无安尼来推搡，嘛一直期待，甚至啊，搁有人来咧展开连署，要来促成蔡赖配，希望会当伫2020年来争做民主进步党强国有力的一个最佳搭档、最佳拍档的一个组合。所以什么的想法，民主多元，党内也多元，另一也多元，所以当中无什么好奇怪，总是大家的好意，咱当中爱阿姨表示钦佩、肯定加感激。不过有资深的媒体人伫一边一个行动党的媒体群组，过来问阿扁啊一个问题，问讲阿扁啊伫9月24日是毋是蔡英文总统有亲自开口、有开嘴，要来邀请赖清德来争做伊个副总统的搭档，或者是单局秘书长伊有开嘴，伊有讲，但是呢，蔡英文总统伊保持啊这个点点，伊沉默，啊赖清德嘛无啥物回应，啊到底事实如何？来提出这个非常敏感的问题，阿扁也嘛感觉真趣味，因为咱大家嘛知影9月24日蔡赖配的选举，阿扁也嘛差不多第一个透过咱的新勇哥物语，甲阿扁也出来讲，来对外公开。当然啦，咱嘛知影讲伫媒体诶，私底下开讲嘛有透露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内幕。啊，当然你讲啊，这暗时咧结婚，或者是讲牧师来咧主持婚礼，来咧证婚，一定爱问新娘甲新郎，你有要嫁伊无？你有愿意啊娶伊无？啊，一定得爱大声讲出来，讲我愿意，安尼才会当真做红阿婆啊！我相信政治唔是咧结婚，嘛唔是牧师来咧证婚，无遐人即个啊习惯。当然嘛，无讲有一个所谓的 SOP， 啥物叫做绝对的对，啥物叫做绝对的唔对。啊，政治即个物件，真真假假，你讲有当时啊，公开答应的代志，公开开嘴的代志，嘛不一定呢，会到最后来争做事实。亲像讲2016年啊，大选之前，我所了解，所犯的啊，这个啊，台南县啊前县长啊，做过两金八当，嘛做过几啊届的国会议员，伊过去伫阿扁啊律师事务所来咧做实习的学生、攻读生的时阵，伊当时还未考掉律师，啊，阮就斗阵做伙啊，所以会使讲是阿扁啊，伫伊考掉律师之前，安尼啊伊斗关心，啊伊斗牵加，啊斗今仔日呢，嘛是咱台湾政治
政坛内底非常重要的一位工作者。啊，当然，咱苏焕智伊过来甲我讲，啊，伫选前呢，啊，蔡英文总统嘛拜托伊来斗下手，啊，政策白皮书伊嘛当中斗写有对的。迄当时有两届阿姨邀请讲，只要伊当选啊总统，一定会请伊来做内政部的部长。啊，你就讲这是总统候选人亲自开嘴哦，啊嘛经过被曾孙者啊，这个苏焕智前馆长伊来这个答应的代志。所以呢，那如果讲一定爱总统有门。啊，另外一个啊，有答应啊，那安尼是不是得升级？未必然，总统亲自开嘴啊，未来邀请人做内政部的部长，到最后呢啊，这个无法度来正做事实。啊，说的去不止讲这个内政部的部长的人选，说的啊，哥传出一位吴泽成，尾啊做甲。这个宜兰县代理啊，县长啊，你想讲吴泽成这嘛是非常优秀的人才，底下变啊总统任内嘛做过啊，这个政务官啊，吴泽成嘛去予人征询，要来争做啊，这个蔡英文总统当选了后的内政部的部长啊，所以共一个查某囝引过来的竞赛啊，所谓的。馆长的无准算，啊，所以吴泽成代理馆长的尾啊呢，嘛无正做事实，所以伫未来记者招待会发布之前呢，两点钟来征询伫美国南部伫台湾的叶俊荣、叶俊荣伊的意愿，来一个拜托伊出任内政部的部长，所以害咱一个蔡英文总统。就搁去啊，吴泽成回信的回过来改，所以你要知影讲，总统亲自开嘴，亲自答应，那么愿意的代志，都不一定会当。伫最后，这个正做事实，啊，你讲伫这个媒体人所问的这个问题，讲是不是总统有开嘴来邀请赖清德？要来做副总统的搭档人选，我感觉问这个问题啊，真趣味。啊，当然，搁来问讲，啊，是不是总统根本都无开嘴？迄是第三者，这是总统府秘书长局长啊，伊所讲的，希望因两个会当来做蔡赖配啊，做一个搭档来做回竞选。一个伫初选的时阵是一个竞争者。但是到最后，会当组成一个所谓的亲像美国前总统啊，这个林肯，伊所组成的这个政敌团队啊，共款啊，这嘛会当传为啊，这个媒谈，所以政敌无一个绝对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呢，伊讲啊，是不是第三者爱安呢？所以国际也有讲，但是呢，蔡英文总统呢，点点啊。赖清德并不回应，安尼够准算，所以就知影讲到目前为止，人差不多要宣布啊，这个蔡赖配啊，啊，搁有人抱着这款质问、怀疑，甚至唔相信的这个啊态度。当然，大家会怀疑，嘛无希望讲因会当升级啊，所以呢。在这方面讲啊，到底现场有几个人啊？到底是安怎讲的？是啥物人啊？所开嘴的哦啊，总统有亲自开嘴无？哦啊，人有答应无？哦啊，啥物叫做升级？啊，拄只我着讲一个，安尼2016年啊，选前内政部部长的人选，一直到选后哦，啊，要来做这个内阁啊，人选安尼一变再变。总统邀请无同款的两个人，啊，结果到最后拢总跳票，所以这款咱大家就会当来了解政治的物件，实际上就亲像阿扁啊一再咧讲的，迄是化学，绝对唔是数学，一加一等于二，绝对无一个绝对的 SOP， 嘛无一个绝对的对甲唔对，
千变万化。今仔日啊，你答应的代志，明仔会使无遵守。我相信不止咱拄则讲的例，包括过去呢，阿边啊嘛经过姐姐的这款的啊，这个人事相关的这个啊课题啊，当然有当时啊对我讲的，甲实际存在的这个事实嘛，不一定有完全一致。有当时啊嘛有这款善意的白贼话，所有的善意的谎言，因为为着团结，为着要来对我来讲一个圆满的话啊，所以话得到利益，话得到面子啊。亲像讲，伫阿扁啊第一届1990年二月七日进入立法院来做啊，这个啊蔡椒啊的国会议员的时阵，啊当时呢，咱就要来推选啊党团的啊总召、干事长啊加书记长啊，当然有竞争的啊，就是迄当时党团的灵魂人物哦，因为总召差不多拢总是遮个资深的民主前辈来咧挂名啊，实际上来咧操盘、来咧操兵的、来咧带兵的、来咧带党团，要怎冲锋陷阵？尤其迄当时，咱是21席的立法院绝对的少数，咱要怎面对200几个国民党的这个国会啊？尤其倒插搁占一半以上的时阵，啊，你讲咱免怎有一个少数力量的这个发挥？所以这个灵魂人物的干事长，迄当时就有咱党的贾中鼎啊委员，伊要来争取啊，边啊冒这个意思。所以呢，两个一直安尼无多来互相啊商量，所以尾啊党团拿派出上届资深的这个啊立法委员，已经做几啊届，偏偏阮是辩护啊这个美丽的事件的辩护律师啊，所以张俊良资深的委员啊出来瞧瞧我讲啊无啊变啊你尿啊无你等下你尿啊，结果阮两个拢总无买尿。啊，无要尿的时阵，就协调未成啊！啊，所以张俊良啊，这个委员呢，啊，伊就来做口啊，来互阮抽就对。啊，边啊讲啊，无安尼，这个啊，等下你较前辈，你较年岁给我几啊年、几啊岁啊，所以你先抽，吼啊边啊带后边。啊，所以呢，先互咱等下先结，啊先抽口啊，啊结果呢？抽开是坎坷啊，就是没有啊，所以免抽啊，边啊的顺利来出选，加做新国会第一个呢啊，这个啊党团的干事长啊，所以在迄个时阵，咱等下知影讲伊无机会来出选，所以伊就私底下来我拜托，讲是不是咱两个啊，这个私底下讲好。啊，出去呢，咱卖讲是张俊雄委员做口啊，互咱抽诶。啊，伊安尼运气较歹，抽无着，啊边啊运气较好去抽着。咱对我，咱着一直来讲，这是咱党诶伊让我诶，让阿扁诶，所以阿扁啊，才会当先做着啊，这个党团诶干事长。所以毋是讲伊抽口啊，啊歹运啊抽无着诶。啊，所以既然党诶为着民主，伊希望阿扁啊出去，会当声音，吼啊，做伙来讲善意的这个白贼话，讲是咱当个娘扁的，啊来做第一任的干事长的，啊当然我嘛感觉讲，咱当个既然开嘴啊，咱嘛感觉安尼无要紧，咱得到利益，啊，互咱当个有满满的面子，我感觉这嘛是党扁合作。共同的创造双赢，产品合作共创双赢，这嘛是一个真好，一个啊美谈。啊，所以大家了，人知影讲哦，啊，等个，因为靠迄个北等，靠迄个心胸，所以当中是等个咧鸟阿扁啊，啊，其实嘛唔是安尼，哦，啊，但是咱大家心内有数，不过伫迄个时阵主持协调，互阮抽口啊，会张俊雄。啊，这个委员伊嘛唔知影，吼、哦、啊，所以伊嘛无讲啥物就对，
啊，阮出去就讲啊，这是啊，长的尿变的，吼、哦、啊，所以到这个啊新的干事长的三星啊，所以到尾啊，和你讲不是事实，咱这个赵春雄委员伊嘛袂讲啊出来啊，这个作证啊来听破啊，讲不是安尼，所以这个是为着政治上的圆满的解决。有当时啊，真真假假不一定是事实，但是呢，咱愿意啊，对外来讲一个好听话，啊，让大家拢总欢喜，啊，这就是政治。啊，当然我啊，搁下一届，啊，搁会继续一届，伫这个咱这个连任啊，连咱总统啊，这个当选了后，伫2022年的正月，咱内阁要来改组。啊，赵春雄啊，院长了后，咱要有啥物人来接任啊？这个啊，行政院院长啊，在迄个时阵啊，边啊，就考虑讲，应该爱予咱的尤锡芬啊，院长来担任啊。理由正简单，就是伊伫2000年的7月底，为着这个北江溪的事件，为着四个只的。做工的人啊，伫咱大家的目睭前，安尼亲眼看到来安尼救未赴，消失伫咱的面头前，咱大家内心拢非常的艰苦啊。所以当时呢，咱认为讲一定爱有人负起政治责任，这毋是行政责任，毋是刑事责任啊。所以伫迄个时阵，就是唐辉行政院院长。伊讲，伊要负起政治责任，伊要来辞掉院长。但是咱认为讲，这唔免到院长，咱来认为讲啊，这个啊，那如果院长啊来辞职，得个内阁来改组，或啊这代志就大条啊，会引起不必要的政治的风波，加宪政的危机。所以伫迄个时阵，咱就拜托讲，哦，一定爱有人。来负起政治责任，吼、哦！你呾警政署长、消防署长两个即个事务官，吼、哦、啊，上届管的事务官来负起行政责任来辞职，这压个无够，所以为着要来做一个交代，为着要来即个弥平啊，即个民意，所以咱不得不来负起即个最后的政治责任啊，并且特别敲电话和咱的尤锡芬。迄当时做副院长，我讲吼，咱家己的人较好讲，所以伫这个时阵，咱需要你共同来承担，来面对啊这个宪政的危机啊，所以希望讲啊你用这个啊灾害防救法、灾害防救法拄啊达实施啊这个3天，啊你就是中央的这个负责灾害防救的。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虽然你唔知影，还阁有这个法律，哦，啊当中还未进入状况，啊，这个新的法律啊，打实施，哦，来生效，啊，所以你就用安尼做一个理由呢，来负起完全的政治责任，啊，所以和我拜托，啊，伊一声就答应，所以我讲你稍休息一下，一两个月，咱，哦，即我安尼将这个代志来做一个圆满。诶，一个啊，修刷啊，尾啊呢，你大哥倒转来啊，总统府啊，这个秘书长即块伫遐咧等你，好、哦、啊，所以尾啊来做秘书长啊，选的呢，赵春雄啊，这个院长啊来完成啊，这个阶段性的任务了后，咱就来做新的这个内阁啊，迄个时阵，咱就拜托啊，这个尤锡芬来报啊，加做行政院长啊去做啊，你看做。安尼三当做甲上介久、上介好，一个行政院长就是咱阿布拉啊尤锡芬啊院长。啊，所以伫迄个时阵，咱要发布啊新的院长的人选啊，我首先当然哎呀，迄当时的党主席就是高雄市市长贾中廷来报告。伫官邸啊边啊来报告讲啊，马仔记者会啊，我做这款的决定。啊，伫迄个时阵，当然当个啊市长伊嘛唔敢讲袂使。啊！伊做主席，我报告，伊只有拜托我一点，希望讲阿扁啊，啊总统啊，伫隔江的记者会，予伊一个面子，讲其实呢，第一个
阿扁所想到的要接到准雄院长的人选，就是咱蔡英文主席兼高雄市的市长。当然啦，咱当个主席既然呢开嘴讲阿扁啊会当安尼讲，讲是我第一个想着讲要合作，但是伊认为甲这个市民四年有约。所以呢有任期的问题，伊袂当来离开高雄，所以呢咱搭来找到一个尤世坤来做咱的行政院新的院长。当然为了这阿扁啊嘛得爱讲白话，所以咱一直感觉讲政治就是安尼，为着要来圆满解决不管是面子里子，咱袂使讲我要民主我也要得到实际，要理智，不使安尼，政治不外就是分享，你也有机会，我也有机会，你想讲，你会当食粒，食迄个粒，你互我会当加减食一个汤，你袂使讲规碗汤，甚至规桌汤，我要食一个，捡一个饭粒啊都咩哦，我要来安尼涂骹捡一个安尼，这个。饼油也无这个机会，因为规碗甚至规塔、规桌啊，拢总去互你捧去，所以呢，大家拢总食耐，安尼呢，绝对是摆不平的着。所以政治的物件就是这样。所以咱就知影讲，这个媒体人所问的这个问题，我会感觉真趣味因为呢，咱才知影总统咧讲话，有当时啊，咱。内行的人知影，不一定总统一定爱亲自开嘴。有当时啊，人已经咱事先已经拢总有铺排啊，甚至拜托幕僚已经去进行啊，去征询啊，伊的意见啊，但是然后这个意思，咱总统到最后伊约见的时阵，其实拢总唔免讲，我过来开嘴，过来邀请一届，你过来答应，一定要有一个 SOP， 无就无遵守。有当时啊，讲感谢你，感谢你，有当时啊，咱小揽一下，有当时啊，小我安尼邀，小阿姨揽一下，或者是讲使一个目尾，甚至呢面带笑容一个手势，一个安尼公开的一个这个安尼，让伊感受会到的迄个动作。所以不一定得爱讲出嘴，迄搭是真正总统的这个开嘴，或者是讲正式的这个邀请。所以政治实在足歹讲的就对。所以呢，甲咱总统、甲副总统候选人蔡赖佩有关的，伫咱蔡军这个十一月七号拄啊甲你讲，发生伫咱蔡总统甲未来副总统候选人戴清德的身躯顶，亲像讲。咱蔡总统伫即个全国医师的即个奥运会的誓师大会内底，竟然虽然讲这是为人讲可能是咧开玩笑伊来讲伫遮有即个英总的医师无？结果看无人举手，伊讲那安尼我英总的倒来伊记落来，所以就引起大家笑甲。哈哈叫，但是呢，我感觉讲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尤其这款由全国的医界的代表来参加的这个誓师的大会晚会你无必要去点名对一间病院的医生你有来无？你有参加无？都唔是要亲像古早封建时代、老蒋的时代，都要全民拥戴这款都无必要你对英总有啥物看法放伫心肝内。好其实英总的嘛无讲遐尼歹呢。其实阿扁啊，当时要盖好就业的时阵，我第一个上届惊，上届不爱去的，就是讲迄疫情的病院，英总的台北英总，我无爱去。我做拜贴的就对了。但是呢，咱也知影讲去到疫情的病院，台北英总竟然对我会使讲以专业的立场，我照顾甲实际上。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呢，你讲疫情的病院，咱唔敢去，但是最后上届照顾阿扁啊，
的病院的医生拢总是英作，包括郭正典啊医师。安尼我去，我会惊伊安尼规暝啊倒伫涂骹啊陪我困一暝，困第一暝。啊，你算下去啊，还有周延华啊，这个医师主任安尼伫精神科方面啊，我老调咧，叫我去带精神楼。哦，这个杜建欧，啊，你想讲，若无伊，我早就起笑。所以呢，真侪这款的医疗，拢总是台北英总的这些医生，包括我拿后的手术，特别是院长这个林欢玉。啊，你想讲林欢玉当当一个院长哦，我伫遐七八个月看我七八届，平均一个月入去看我一届就对，伊也无欠我呢。所以呢，咱非常的感动，自上介好照顾就是台北英总，所以同款的道理，尾啊刷去台中，啊嘛是台中英总接手，啊嘛是对我有够好的，低头只尾得开证明，讲一定爱给阿扁啊保我就医。所以呢，你讲到这卖，咱的蔡总统啊，可能讲，啊，这个医师啊，这个谢师的这个大会。啊，在场有英总的医师无？啊，无人举手。啊，讲啊，那安尼英总的伊要记落来。啊，这点去予人讲个，讲啊，这敢是啊，这个绿色恐怖等等有诶无？当然，这是一个笑话。当然，这嘛是真幽默的一句话，但是有当时啊，卖开这款的玩笑。啊，无真正对着咱总统来讲呢，人讲真无戏言。一点尽量应该爱来避免，莫引起误会。所以感官的道理啊，副总统啊，诶，人选啊，就是赖清德前院长，伊嘛是刚即天十一月七号伫洪山来咧学了啊，即、這个柯志杰啊，委员团柯志杰嘛是咱凯达个人基金会的董事，阿扁啊非常的支持，伊对我嘛非常的关心甲照顾。咱嘛希望伊会当连任成功啊，但是呢。咱愿意着为着要啊娱乐，伊也讲，迄、那个感谢阿扁啊，伫总统的任内全力来配合啊支持呢啊，即、這个迄当时担任立法委员的柯志杰所争取的即、這个啊魏武营艺文中心，今仔洪山到一个即、這个梁天燕魏武营的即、這个啊艺文中心啊，但是大家嘛知影讲啊。啊，这个柯志杰，迄当时伫阿扁啊咧推动，来咧裁决，来咧做政治决定，要来予咱高雄，唔通去予人笑讲这是文化的沙漠。台北有梁天燕，高雄嘛应该也有梁天燕。所以咱是根据这个安尼南北平衡的这个立场，咱来做一个出发点。所以呢，来推动啊，从过去为母名的平衡。啊！伊做都市计划变更，啊，加做公园的屋顶地60公顷，搁画10公顷，啊，来遮即个艺文的中心。所以今仔日不输台北。啊，你想讲，这是阿扁啊总统任内第一任就开始在做，一直做到第二任到最后的时阵，咱就开始开设计的这款的国际标。所以这么设计的迄款的即个建筑，的即、這个啊，即、這个维吾营艺文中心，哦，不输台北。啊，就是因为伫阿扁啊总统任内，咱来开这个国际标，吼、哦，来和国际啊，刚尾啊，刚得标的是法国，吼、哦，诶，这个设计师。啊，所以你想讲阿扁啊八年任内时阵，迄当时柯志杰都还未做立法委员，伊做立法委员是2012年、2016年两届当选的。迄当时阿扁啊做总统咧推撒些时阵，伊毋是做市民代表，啊无就是做四党的市长，洪山市市长，最后两党，但是啊，即、這个呢，啊，即、這个洪山市的即个市长，最后两党的时阵，好像无即个先做市民代表，好啊，中间四党是做议员，最后两党是咧做洪山市的市长，所以根本也未做到委员，啊，所以有当时啊呢。要学了嘛是会去学了唔对去，但是咱也非常感谢，吼，咱阮院长会去想着讲阿扁啊，伫推撒啊，即、這个高雄维吾营艺文中心，迄当时所做的努力甲拍拼，啊，非常的感谢，这就是正。
汽笛声、叫嚣声让蔡英文动了气，连讲六次叫大家安静。不过现场继续鼓噪，蔡英文干脆正面回应诉求。对阿扁总统的人权，跟他在司法上、程序上的权益，我们一定会全力声援。我们民主进步党会负起这个责任，我们不会让你们自己孤单地挑起这个责任。保证党中央全力声援扁案，蔡英文一边向停扁群众。台湾，Go Go！